会使创啊！啊，包会即摆一杯，啊，无只够妹妹啊！会哦，解看妹妹。会啦，姐。会三百块，两百块就，七杯过来两百块，来五支两百块了，两百，好不好？来，老板。Ali， 哎，早安。你袂死咸咩啊？海水养殖，日本就冲绳跟鹿儿岛两地哦。台湾班接下，我记得依然是大阵啊。因为我回宜兰偶尔会去钓斑节虾。刘玉仪留一分哦，吼，菜菜要滴哦，菜折合日币的话，一公斤大概是在2000多块日币而已。因为你说60只左右啊，60只就不大只啊。你如果说是一斤六尾或八尾的斑节虾就很贵了。
一斤六尾到八尾的斑节虾，大概在日币4000到5000之间。也就是你们说的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大明虾了。现在来人罢工。它如果60只上下的，其实不贵。咸鱼没了，咸鱼没了。来人吧，先买人罢工。要弄来人罢工。加一下，这老外回来。还有一份吗？咸鱼啊，包起来。这个鱼是比较难吃的，哎，我知道。这样来，包起来，这样来，这样来，这样来，可以订明虾吗？当然不行，因为我们这边又没有。哎呀，要不要找钱？红条快点到红红条，无没有。一个一百块钱，一百块。